你会喜欢这种轰轰烈烈的这种感觉？喜欢。那谁不喜欢轰轰烈烈的感觉？有的人不喜欢，有的人就喜欢那种平平淡淡的。啊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平淡的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轰轰烈烈。我也喜欢轰轰烈烈，也不一样，也分人。多轰轰烈烈呀、啊！就这么轰轰烈烈，就这样在大街上喊。哎，那就这种我也不行。三里屯装孙悟空，这种我不行。不是这种轰烈，就是你内心澎湃，内心轰轰烈烈那种。像金粉世家是大横幅垮下来。你的意思是那个叫浪漫，甚至有些尴尬。对对，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所有女孩都喜欢这种尴尬啊。你俩最近还好不？忙不？忙，还行。到底忙还是还行？忙，忙，但是你问我还好吗？累不累？忙，还好，但是忙。那挺好，你不就享受这种？你不享受吗？我还行，我其实我也能闲下来。所以你现在就是工作、生活，你是把生活排在前面？也不能那么说，但是以前生活是特别小的一个比例。嗯，就比如说玩什么玩，或者是旅什么游，或者哪有空干这个，哪有空干那个，是不是？对。但后来就是觉得，为什么会没有时间呢？那不就是你不想有时间吗？那比如说你有现在有一个工作你要做，然后那一天是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的婚礼。肯定是去婚礼啊。你会选哪个？你会去婚礼是吧？啊，那我真有可能得去婚礼。这怎么还好像很不像不好抉择一样。如果真的不是说特别就没有办法推掉的工作的话，那应该是会去婚礼。但我跟你说，我有朋友非常过分，但是也不是我结婚了，可能是我过生日。他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。嗯，他也明知道我那天过生日。嗯，他还能给自己接一个工作，就出差。但我这个东西吧，我又没法说，因为我本来不怎么过生日，我想就小范围的过一过。然后他竟然就能在当天给我接一个工作，晚上回来，还晚上回来。嗯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说，但我又不能说你。这一天你就非得要工作，你不是应该帮我张罗生日吗？人挣钱呢，就这一天就能比平时多挣多少钱，但是我也不能这么说了。你应该大气点说多少钱，我给你包了，我给你拿了。那不行，那好像拿钱砸人家似的。这他得真心的想帮你。不是，他就不敢收，他能收得下去吗？对呀，我能，反正你能收下去。就包括他跟他男朋友回老家，他男朋友第一次去东北老家，然后呢？本来说要待到初八初九啊，就多跟家里人相处一会儿，结果初四给自己接了工作，俩人上南京的。我想说，反正我是不理解这件事儿。我能，我是那种把工作排在前面的。我想说，你对象第一次跟你回家，这事儿多么重要。那对象这种的就理解一下嘛，对吧？你要说结婚这种事儿，是确实有点一辈子一次哈，你不能说下次我再去，这有点不合适。嗯。看我们看上的吉他我都忘了啊。对了，我还给你们俩带了两张专辑。哎呦，放专辑。对，一开始来之前说要带礼物，我就琢磨半天说给你带点什么给你们。我想，对，我就对这个吉他很好奇。拿那个，我也没见过这样，我没见过这么小的。哎，它是一个杆儿。这怎么玩啊？它是拿出来然后可以组装，它分两半。它不就是它不是完整的一个吗？这么分两半？对，它分两半，然后呢，它还是个电的。对啊，它是自己可以发出声音的。什么叫自己可以发出声音？就是那我一扒拉它自己放歌啊。它自己带音箱，因为一般的木吉他它没一般电吉他它没声嘛。所以它是一个电吉他。它是一个电的，对，它会有磁力，然后这个地方是个音箱，可以发出声音。这样的话，电的你就不用插电了，自己就可以发出声音。然后它单弹也有点声音，那声音不够大。就像很多电吉他自己不是也有声音吗？但它就没那么大。你不是之前在这节目里说你想学吉他吗？我教你就完了呗。可以啊，所以这是你愿意做的事情对吧？对，就是聊聊音乐啊，唱唱歌啊，这种都是我喜欢干的事儿。我拿把已经调好的，这个琴也挺可爱，还就小嘛，就方便啊。这是我家猫猫和他的儿子肉肉，他俩。哦，这是猫猫呢，还在这个，猫猫还在那边趴着，躲猫猫嘛，躲着正常。我
之前有第一把琴是一个我同学的他哥的旧琴，我每次调音都非常非常害怕。为什么？就你一调 就感觉要断了，就感觉太紧了，我一拧会容易使劲。对，马上要断了。哎呦，非常你学两个简单的和弦不就完了吗？最简单的。你现在会什么和弦？你就当我啥也不会。当你啥也不会。行，咱俩上来就开始学习了。对，这跪吧，我被给整坏了。五分钟学一首歌。学什么歌？学，你先学两个和弦，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唱了。好，这两个和弦很好用的和弦，这个在这儿，这个在这儿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和弦。你先用这个指头放在这个指甲行吗？梁龙给我上的有点长，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把指甲剪指甲，对，剪完指甲他再也没教过我。为啥呀？他就懒了。行，怎么？勉强能用你这指甲，反正。然后这个和弦就尽量保证其他的手指，你看你这个手指肚就碰到这儿了，就尽量立起来，好，就不要碰到其他的地方。哎呦，真好。好了，然后弹吧，右边就扒拉就行。那这不挺好吗？哎呦，真鼓励式教育。音乐吗？音乐。音乐天赋。音乐。有天赋。这个和弦叫做 E minor 嘛？你唱一个。E 小。能唱啥呀？只能唱《丁香花》第一句。好了，《丁香花》你说你最一个和弦很难唱。你就弹吧。音乐出来了，音乐来，你就是一直扒拉弦，二你三四，你说你最爱丁香花，第二句唱不了了，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，多么忧郁的花，这样行了，多少有点牵强了，再换一个，再来一个不，两个能换着的，对，老这一个，老这一个，一个多少有点敷衍了，你再学一个，展示不出来呀，再学一个。跟这个一样简单的，你就把它俩平移下来啊，好，然后再多一个手指头，好。我这样会不会滑到你的这个板儿？不会，没事，随便滑。你看啊，这个不是在这儿吗？其实最大的难度是转换。好，你试练一下先。这儿，对，这儿，对，你尽量就不要抬起来，你就移下来就完了。你的哒哒哒哒这样移嘛，对吧？哎，你现在挺有那个样的，在弹吉他。弹一下试试。对，可以啊，这就是 A minor 嘛，然后再 A minor 嘛，好，再换回来。哎呦，不太好。最快的速度，对，然后再回去。好，然后有一个节拍啊，比如说一二三四，你说你现在从 E minor。好。你说你从哪儿？就在二三四。你说你最爱丁香。两个刷两次再换。好，你说你最爱丁香花，因为你的名字就是花，我摸了你的花。在后面就是要频繁换了。这歌还是不行，我换一个歌啊，有简单点的。我换一个歌啊，换一个什么歌还能唱这个？我们唱《阿里山姑娘》。阿里山姑娘怎么唱来着？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。第一句是高山啊，对，二三四，高山青呀。从哪儿开始啊？就是我一指你，你就换。好，我不指你不换啊。我一起唱，我给你个歌词，我给你数着，然后我一，你就每一拍弹一下，就高就开始弹就行。对，一拍弹一个，然后我一指你就换。好，天，就到天就得换了。对，天水蓝就得换。我一指你就换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四。高山青，我就这样开始，我这弹是弹，等一下，高，没错，山青，然后再换，天水，再换回去，不换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，换，阿里山的山，换回去，壮如山，行了，一首歌，可以。成功五分钟，有没有五分钟？都没有五分钟。有像你这吉他老师，那可挺有兴趣，就一下子就会了一首歌哈，一天五分钟，可以，甚至还想继续，还想，别，这两和弦够你用一阵儿了吧？这两和弦其实挺好用的，甚至这边手就直接扒了就行，就扒了就行，
其实吉他是一个特别容易学的乐器。吉他不好学，不好学，吉他不好学，吉他弹响非常难。嗯，弹刚刚不弹响了吗？就五分钟时间。你这俩和弦好弹响。哎呦，是我的快递到了吗？对。哎呦，哦，谢谢。来来，我们到这儿来研究一下我的新专辑。哎呦，好快乐呀！你真的不能不考虑开个班吗？我开班就教你就完了呗。真的，真不错。你是我第一个学生。毛毛，演唱会大卖。谢谢。雪琴，天天开心，多玩多聚，多玩多聚啊！打开可以打开吗？说你，现在可以立刻打开吗？听说你这个里面有玄机是吧？冤头，朝你打喷嚏了。大鼻涕。哎，档案袋儿，这是干啥的？是这样的，因为呢，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玩密室逃脱的人，嗯，所以呢，这次的这张专辑呢，我在里面设置了谜题，我来看一看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也听说雪琴最近不是参加了一个哎呀元宝的大女推嘛，嗯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、哦、这么多呀，这么麻烦个谜题啊，这是个字本啊，谜题搁哪儿呢？谜题，我说这谜题也太复杂了，就是哎，你得自己找，就在歌词本里，哇哦。啊，你好厉害呀！我的天，我说实话、啊，你要不去我们那个节目当导演组，还行、啊。好厉害呀！哎，那你前任四又写歌了吗？写了，就是专门给他又写了一个。对，还是我跟唐天，因为体面就是我跟唐天写的。嗯嗯嗯。然后这首又是我跟唐天写的，我觉得这首比体面还虐。是吗？哎，你现在还能接受我让你唱体面吗？你干嘛？你要让我唱、啊？心里抗拒吗？因为有人套路我。不会，我不会的，不会让。我跟你说，每一次啊，嗯，每一次去唱 KTV， 嗯，就老有人点嘛。我说实话，这个歌啊，你不在也老有人点。不，我这么说，他没点自己的歌，那别人也会替他点嘛。嗯。那我去 KTV 的时候，其实也是，就是有人会点，我也没啥歌，就这一个嘛、嗯。就点完之后，我一看这歌快排到了，嗯，我就起身上厕所。我就去上厕所，我就在厕所里等。我感觉一个 KTV 局上必须要有一个唱歌跑调的人。嗯，是啊，不然这个局非常无聊。他一旦唱歌跑调，他最好还不在意这件事儿，就会让这个局面变得非常欢快。因为他投入嘛，嗯、很多人唱我的体面没有在调上的。嗯，但你就不好意思笑了吧，在现场。我不笑特别好，就有人替我唱这件事情，我得多开心。那会不会他唱完说，来我们听一下原唱？有，唱一半然后把麦。示意你用手示意你，用头示意你，该你了，该你了。啊，对，就这样，不唱还不行，感觉空着了，空着了就要爆炸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就得唱，对，都不能空下来。那前任四，有啥能讲的吗？现在，你还能猜多长时间呢？就这歌嘛，导演特别喜欢，然后词他也特别喜欢，就因为特别深刻这个词，也是两个字儿的，反正。嗯，讲讲啊，体面两个字儿。你应该不能就因为两个字就猜出来了吧？你这得多聪明啊！世界上两个字那么多，两个字特别多呀。决定，对，你还别说，还真的是这个韵脚，真的是这个一个二声一个四声，疲惫。就这个这两个字是这么读的，迷惑。行，别猜了，你再越来越像了。那是好结局还是悲伤的结局？可以说这不能吧？我觉得你哎，很多东西其实你没有办法去界定，你知道吗？就像人生的很多事儿，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界定，哪怕是分手这些事儿，你也没有办法去决定它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因为你想不合适了分手，好像感觉就是一种解脱，嗯，特别情感、婚姻、家庭这些东西，它就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答案。哎，咱把那个糟粕素要吃的点了吧，忘了，点了。你在这，他在这里边跟个家具似的，跟个玩偶一样。你走的时候别忘了带走了。我忘带走了。你俩唱歌不？唱一首歌曲。稍微抓一下。这就是原 key 吧？好，差不多。我得照歌词唱。你照着歌词唱没事。嗯。就这么厉害吗？
你们俩上一次一起唱的歌是？我们俩上次在那个《向往的生活》也是这样，我找了一首歌，然后本来是我们俩自己，然后那天Henry。啊，对对对，大华突然间就拿一把小提琴进来，就往里加，然后合得特别好。就我觉得这就是音乐人之间的碰撞，就你其实你也不需要排什么，就是就是氛围很好，但是很神奇感觉。有一把吉他的话，不然就是坐那儿干说。所以是不是得好好学一下？我是啊，你给我教你我这你教我真学，要不再学一个和弦？又到我了。你先练，你先跟两又到我了。刚刚两个和弦都忘光了。别了吧，我就别在这班门弄斧了吧。要看电视吗？来吧，我问一下前任三、前任四马上上映了。来，那要是你不要我了呢？那我就扮成至尊宝。我都有点忘了。大喊一万遍，林佳我爱你。当时是为啥分的呀？他俩？就是我刚刚说那个问题吗？就是大家都不肯低头，不肯让步，然后两个人就一直盯着。哦。但你本人跟这个角色不像吧，在爱情肯定不一样。你会喜欢这种轰轰烈烈的这种感觉？喜欢。那谁不喜欢轰轰烈烈的感觉？有的人不喜欢，有的人就喜欢那种平平淡淡的。啊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平淡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轰轰烈烈。我喜欢轰轰烈烈。也不一样，也分人。多轰轰烈烈啊！就这么轰轰烈烈。就这样在大街上喊。哎，那就这种我也不行。三轮装孙悟空。这种我不行。这不是这种轰烈，就是你内心澎湃，内心轰轰烈烈的那种。像金粉世家是大横幅垮下来。你的意思是那个叫浪漫，甚至有些尴尬。对对，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所有女孩都喜欢这种尴尬啊。打听广州之下送999朵玫瑰，最恐怖了。对，或者学校下面喊你的名，最恐怖了。对，这宿舍下面蜡烛嘛。对，因为你有的时候就是咱俩没确认关系。你可能就他有种感觉在逼你，对，有点下不来台这种。你要是真喜欢的人，或者说你真爱的人，他给你搞偶尔搞这种浪漫，你有的时候还觉得还挺开心啊。就是你有经历过这种吗？追求尴尬的追求？小时候就是两个男生为你打架哟，但是女孩在那个学校会很难过，尴尬。其实那个时候你再开除一个，那你更完了。那个时候特别流行，就是中间去买个奶茶呀，买个烤肠啊。比如说我接了谁的，然后没接谁的，可能这种事儿就打起来了。然后你不是在关心，就是说，哎，他俩被我打起来哈，哎，我多么的骄傲或者怎么，你心里想的不是这件事情，你就害怕是别跟我有关系，就你俩千万别把我抖出来，就这种，千万别被老师抓着。我们中学的时候流行放花。什么叫放花？就是放那个烟花，在那个比方说谁过生日，因为放烟花是全校都能看见的，晚课或晚自习的时候大家就看，哎，今天又是谁呀谁呀。哦，真的。就是可能是。那他怎么知道是给谁放？那玩不挺贵呢？你们挺贵的。对啊，但是放最基本款。那你放花怎么知道给谁放的呢？大家就会传说今天啊，今天好像是谁谁。还没有那不如那横幅上面还有名。因为这也得偷偷都放嘛，就是到那个点儿吧，大家哎呦，就感觉哎，今天谁又被重视了？今年要是浪姐四，你还会去吗？没有人请我呀。那今年有你特别期待的姐姐们吗？有我朋友在里边，还问我取经了呢。王佳宇，也是一个演员，还有那个刘宇云 ，Amber。那你去之前，你会想到说会不会有社交压力啥的吗？我严重社恐，社恐到就不想去想，不去担心这些。基本上都是大家第一天对我印象特别差，因为我不说话，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就愣愣傻傻的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哎，我怎么听说你平时在外边是这样？他很能在微信上社交，是吧？在微博上，微信社交很厉害。还好。我可不是这么听说的。我都是因为有微信都是朋友啊。不，我听说你在微博上去跟人聊天吗？加微信。会的，因为没有联系方式。但就不认识你就好意思要吗？好意思啊？怎么做到的呢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加微信呗。对啊，但是很厉害啊。我是一个即使这个人的微信我再想加，我都不会主动去要一个微信。我点在于就是我怕会不礼貌。对，人家礼貌性的加了你微信，但是回头再给你删了啥的。反正加微信这事，加微信这事真是个学问。但有的时候缘分就在勇敢踏出那一步。你看，真的，你想要什么缘分？不是，你这两个人春天的缘分，你就稍微努力一把，可能故事就开始了。你有什么故事？完了叫约你出来，你又不出来，你什么故事？那你看，你没有微信，你叫都叫不了。我觉得主要是还没喜欢
到那个份儿上。嗯，哦对，你要老喜欢他了，你死乞白赖也得把这微信加上。是不是？那梁朝伟来了，人没手机我都得加上。啊、我给你一个微信号。那我不，我送你一台手机，里面送上一个微信号。我给你申请一个。你就用这个来联系我就行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哎呀，吃饭。来吧，那个糟粕醋就倒就行，是吗？是这样不？对，这个是辣的，但它其实没有很辣。这样够吗？要不要再？够了，够了。嗯，可以了。那等它稍微开一开。哎，要不我们先写心愿卡吧？你们这是怎么写？那种现实主义题材的，都可以，啥都有，都可以，嗯，啥都有。真吗？可以啊。不能。一天能有48个小时，哎，你说你这个笔都快写不出水，他的愿望能成真吗？能，心诚则灵。行吧。嗯。哇，这也太饱满了吧！如果一天有48个小时，你会用来干什么呢？啊，那就充裕多了，可以多睡会儿。我想了一下，如果我的一天有48小时，我还是工作。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工作、就是，对，就有更多，就是把这个工作的，那你就除了这个正常工作24小时之外，你就还可以，除非就是别人是24小时，只有我有48小时，我就是意思啊，哦，那可以，那我那24小时那我偷来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就感觉是白赚的。喝水吗？我给你倒点水喝吧。我拿3个杯子，我先给你打个样，我把这辣油撇一撇。你自己来吗？我来，我来。他们会上桌吗？想。他们不会。狗会上桌啊？狗想上桌。是，但上不来。但是它会想吃。你可以给它养成习惯，就你别喂它就好了。谢谢。就是普通的矿泉水。谢谢。可惜。我想等它。哎呀妈呀！哦，很浓郁。对，我尝尝。哇，好喝，酸辣酸辣的。开胃，是不是可以下了呀？可以可以下，边下边聊爱情，酸酸甜甜，再加一点辣，不就是初恋的感觉吗？初恋我都想不起来了，我初恋的我印象中是美好的，是吗？嗯，你的初恋是美好的吧？我印象中是，还是可能现在一回忆它变成美好的了，有可能，就其实没那么美好哈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对爱情本身就是对恋爱这件事儿有。这看法有变化吗？太大了，我以前觉得爱情可能就天，爱情是比工作还重要吗？对，爱情是第一位，真的。嗯，你原来在前最在意工作的时候，也是把爱情放第一位的。是的，就是二十岁出头的时候，嗯，甚至不要工作都可以。后来发现靠不住，不靠谱。因为我们好多时候被教育的是。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，是啥的，你就感觉爱情是最不能动摇的东西，就是一个，而且它是必须得是其他的，比方说工作呀，或者其他的家庭为他而让步，那你就是没有，对，你就是被那个东西打败了，没有坚持爱情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我是到现在我都是这么认为的。我觉得爱情是最单纯的一个东西，我只能让自己足够强大，才能保持它的单纯。你能 get 到我的点吗？我能，就是你一定要独立，各方面你都要足够强大，你才能维持它的单纯。嗯，那你们现在感情丰富吗？不丰富、啊、不丰富，一片空白。妈呀，你现在丰富吗？没啥感情。渴望吗？我是那种因为从小一个人生活，所以就一个人也挺好。嗯，但我就特别追求那种就必须得是一见钟情、嗯、你必须得是一见钟情。对，我觉得如果不是一见钟情那就不是爱情。是他对你还是你对他呀？我对他呀，他对我，我管这些。不，所有都一见钟情吗？对，就我看到你我心砰砰砰一下去了、啊，就这种人吗？会，就是会有，但特别特别少，一辈子可能也没有那么几个。哦，我第一次听到必须一见钟情的，所以就很难嘛。那你一般会对啥样的人一见钟情啊？这我跟你讲，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界定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某一个很奇葩的动作，或者是某一个很不起眼的行为。他是需要通过一些个动作或者是行为去，不一定，就这件事不一定。有没有单独一看长得你也会心跳的那个？哎，我说的不是说第一眼啊，就是我刚扫到你，就我就喜欢你，就是我从第一天认识你，然后第一次接触，对，第一次接触，可能接触下来你就觉得这个人好，对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好，
啊，不是第一眼还可以理解，不是第一眼啊，那就纯可能外貌。对，我们老乡一见一见，就好像是就是那一秒，那可以，那可以，我们也我会遇到这种。那你碰到这种的，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吗？不会啊，我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，我会往上凑，但我凑不是那种往上贴的那种凑，可能会想办法引起他的注意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就是艺人，很多人都觉得就不想找同行。对啊，没意思。也不是没意思，都俩人都忙，对，就是遇不着啊也。而且如果要考虑结婚的话，肯定得一方就回归家庭多一点，或者是交替的。这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。嗯，你以为谁想在家当好家庭主妇就能当好？可难当了。就是啊。但你俩都不是本人想当家庭主妇的类型。我有一度很想，你想当家庭主妇？哎，不是，我就想搁家待着，但我不想煮。那叫啥呀？你那叫？我想在家待着。所以我就有时候很佩服早先的那些母亲们或者啥的，又能上班吧，又能对，又能上班，一天还能做那么多顿饭，哪来的时间呢？还织毛衣，还能把你接放学。对呀、啊，还有时间打麻将啊！你不知道我说哪来的有时间，甚至还有时间打麻将，确实厉害。啊，你俩是那种向往家庭的人吗？向往，向往。我觉得大部分女生都向往的，你不向往家庭？我也向往。但是我很挺，我挺恐惧。我之前特别喜欢一个人，然后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，然后他跟我提出结婚，我一下就慌了，我就不想跟他结婚。你那个时候才26岁，就很恐惧。我怎么能我要跟他结婚？然后每次谈的每一段恋爱，人家跟我说要结婚，我都充满恐惧。你觉得这是年龄的事吗？还是你心里面？那你恐婚啊？我有点，我害怕。我其实很渴望有一个家庭，也渴望婚姻，但我一提到要真刀真刀真枪的要跟我结婚了。我就有点害怕了，我觉得这东西可能不是年龄的问题，嗯，就是心理障碍。嗯，感觉那个责任到我身上，我要是那离了怎么办？那离就离呗，好麻烦啊，离离婚先做那个婚前公证嘛。不是，我是想，那如果咱俩就不结又能如何呢？但你、也可以就不结呗，但你孩子就很不方便了。你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你孩子跟谁姓？我说实话，我跟我之前某一任也讨论过啊，说那个、我觉得他的姓也不好听，我的姓也不好听。李怎么了？李怎么不好听了？就是我就是不是说不好听，就是我就觉得不够特别，不够特别嘛。你想一共百家姓，你想要多特别？我想要一个姓就特别点儿，姓完了主持人要念都不认识的那种的，整个复姓完冷冰冰爱与梦碎霜，这是我的母亲李雪琴。我真想过。给孩子起名也是挺有意思，是个学问哈。哎，你们会跟男朋友讨论这个事儿吗？会啊，我以前谈恋爱我老讨论。谈到什么程度再讨论呢？人家不会刚开始就讨论，刚开始就讨论，因为这事本来就是个虚无缥缈的事儿，对，所以人家会不会觉得你们太有点太疯了？不会，哎，我发现男孩跟女孩想的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没当真，对，我们就跟没啥事闲聊，热闹热闹。男的就会走心啊，他想跟我生孩子。拍照吧，咱们来，我们跟弟弟一块拍吧。行呀。然后抱着元宝，元宝上来，他不该害怕了。猫猫在后边就行了。猫猫找不着，等会我来找。跟我抱着他吧。哎，哎呀，挺沉。哎呀，他老沉了，真的，真能抱。他才20多斤。哎呦，哇塞，老沉了。哎呦，好了。哎呀，哎呦，不行，不行，哎呀呀，这大鼻涕，这家伙喷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再来一张吧。好。弟弟好乖呀、是吧？猫就是比狗省心。它一直在这趴着，跟个玩具似的。可以了吗？这边可以了。